这游戏的名字叫做他们来喽，他们在这里，外星人绑架恐怖。这是 demo 版本的、啊，它的正式版说要明年才会上，要不要看看 demo 是什么？有中文看起来就随便吧。这个农场发生了无法解释的现象，那一家目睹了天空中明亮的，在玉米田上，然后什么东西有幽浮之类的吧，所有动物都发疯了，嗯。他看到了不像人的身影，哎，这个有点激翻哎，妈的！开始 demo 体验，外星人绑架我，然后绑上外太空船，然后外星人变成了女生的样子。没有啦，这激翻啦，哟呼！哎，我是记者哎，我的记者任务就是跟农民交谈，看看他到底目击了什么。对，呦呼，不能跑哎、欸！这个记者有近视啊！哇靠！哎，这傻小，干，幽浮吧！有没有在太空不是啊天空中看过这类的东西啊？谢尔曼的家有你在胡乱？为什么外星人事件都发生在玉米田呢、啊？不能跑哎、欸！照相机怎么拿出来啊？比较闲。好哦，农民的信，他跟记者约好了，但是发生了一些事，女儿不见了，妻子到城里去找哦。这个字怎么没有翻完呢、啊？回原处调查房子。电话没有用。游戏材质有特别精心调整过、欸。旧报纸。关于麦田怪圈还有其他无法解释现象的旧报纸。好。麦田圈是怎么出现的啊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很多人说是外星人，很多人说是人造的。恐怖房子怎么那么怪啊？啊？啊？他怎么拍到外星人？这？看着他、啊，等等，这个，等等，没有，这哪一个是真的啊？还是说这是他收集来的、啊？图片是来自网路，看到了类似的东西。对，这个也是来哦，这也是网路图。网路上的外星人图片，你们觉得都是真的还假的啊？说不定1000张里面有一张是真的，但是因为这些讯息太多了，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是真的。我说真的，我没有骗你们，说不定有一张是真的。农夫孩子日记，找到了旧日记。今天是一生中最神奇可怕的一天，他看到外星人，父母以为他在说谎。一个巨大圆盘上有4个闪烁的灯。啊！他们把外星人把我放在桌子上，站在他身边，好像通过心灵感应。然后有一个跑过来对他脑袋做了些什么，干完蛋，脑子被挖走了。哇！他打听了很多这些坏蛋的消息，他们被称为灰色的人，不是小绿人。
这些外星人对人类有攻击性。幽浮在附近天空飞的时候会发生流鼻血、严重头痛和耳鸣。啊？然后被外星人抓去绑架过的人会觉得自己皮肤下面有东西，就是好像被植入了什么东西一样啊。小灰人。啊，我来这边干嘛？啊，你这窗户外面就有哎、欸！啊，外星人把狗杀了，靠腰嘞！狗狗对外星人汪汪汪，然后狗狗就被杀了。外星人都很邪恶啊！女儿的房间听到奇怪的声音，然后她来找她女儿，女儿已经消失了。飞碟要来了！海德啊，飞碟来之前会震耳欲聋啊，然后，他是在屋顶啊，我要赶快跑出去看一看。这游戏的 整个感觉做的还可以哎、欸，好吧。音乐好老、哦，好像吸血鬼的音乐。只要播多久啊？B 级片没了吧？不不不不，你莫知道，没有了。我播了播了的。生小孩的时候头痛开始，是不是啊？最近头部出现 不舒服的刺痛。他第一次被外星人绑架，这个农夫被绑架过了、啊，什么？奇怪的装置。这个农夫被绑架过，然后回到家把外星人装进去的东西挖了出来啦。干，还真的哦！拍照拍照，这是我的证据。就是把它当成报道的证据。啊，如果这个植物是在你的鸡鸡里面，那你要怎么挖？这个 demo 不知道会演到哪里、欸，演到我的鸡鸡被外星人装入植入物，变多了、啊。那看，我车子怎么在鬼叫啊？刚有一个飞走嘞、欸，这个 FOB 好像比较刺激哦。哦，跑到车上，没有东西啊，就一个外星人，我打不过外星人吗？又少了一台啊！我想被外星人抓抓看呢、欸，可不可以抓我一下、啊？感谢你的游玩。没电了，看来了啦！
怎么办啊？有外星人直接把我抓走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没有了。完整游戏中你会发现农场的大片领土，然后外星人绑架。这个我已经在Steam加入愿望清单了啊，可是它是明年才要出，所以就变得有点久。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哎、欸，因为有外星人的恐怖游戏，像之前玩过很多嘛，他们都做的有点零零散散的。然后有的是气氛不够，然后有的是不够恐怖，要不然就是怎么讲啊，剧情很烂之类的都有。这个试玩版，我觉得它气氛做得很不错哎、欸，就是有真的有那种神秘的东西，然后你进去之后被飞碟吓到，震撼感这样子，甚至版会烂掉。像上一次玩的一个外星人游戏，你们还记不记得？那个主角疯狂的逃命，然后后面那个飞碟跟外星人两三只就在后面跟你一起跑步，在那边追赶跑跳碰，还记不记得？那个游戏正式版出来，我玩都不想玩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啊！那款真的超白痴，不知道在干嘛、啊。那我先把这个关掉啦 ，M 就到这边为止了，没有了。